撒不开啊。我课堂学生之前正打拳呢。门口贩卖机里有早餐，每人一份，吃饱后完成任务。你动手吧。你怎么这样？好歹我没有血缘关系啊。谁跟你有血缘关系？你死了正好把鞋给我。哇，你太过分了吧。柯腾，你太帅了。你好像对我很关注啊。不过这也很正常，我给你三分钟时间提问来了解我，这三分钟你可以尽情的了解我，提问吧。三分钟不够，我至少要五分钟办了你。你意思说柯唐会不会不经意间录下什么重要线索？嗯，你想去看看？嗯，走吧，去对面找柯唐。刚刚还在呢。柯唐，我进来了，柯唐。柯唐。死了。